我涂，我也涂，我涂，我也涂。扫描中，无异常。啊去！啊，我没忍住。扫描中，异常清除。啊！继续巡逻。哎呀，终于可以说话了。你看，张鳐鱼被清除了。我们只有赢得捉迷藏的冠军，回到童话王国找小魔仙帮忙才能救他了。啊，这次需要涂两种颜色，红色和黄色。我涂，我也涂。啊，小九，这次是涂两种颜色，你怎么就涂一种红色呀？啊，那我赶紧改出来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扫描中，有异常，清除。啊，这小九也被消除了。这颜色捉迷藏真的是太难了吧？如果被发现，就要消失。我们一定可要藏好了呀！啊，又来了，这次好像是表情包呀。哎，对了，妈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戴上狗头面具。我戴。啊，我没有呀。闺女，你千万可不要消失呀，不能留下妈一个人呀。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既然有人给我送了狗头能量，嘿，妈，我们赶紧戴上吧。我戴，我也戴。扫描中，无异常，继续巡逻。哎呀，这下总算过关了。啊，这次既然戴的是起源之力的面具，嘿，不过我有，我也有，嘿，我戴，我也戴。扫描中。啊，我的面具！发现闪灵，清除，继续巡逻。啊，闺女又消失了。啊，这一次是虚空之力，可是我没有呀。没有虚空之力就无法解救大家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虚空之力解救大家。